应该看点吃的能行，别做菜了，做就不做了，吃吧，行不行？我老看小文哥，小文哥老吃那些海鲜，我估计小文哥肯定得尿酸高。他们说吃一堑长一智，要真是这样，我已经让全世界的人都聪明了不少。全军出击！看大师直接吃撑。这样啊，我们从这里走，绕过来，绕到这里，再绕到这里。哎，先锤他两拳，一个 E 眩晕，再锤两拳，再锤两拳，再不能锤了啊！掏过来，锤，锤，闪现给你个嘴巴子！这么嚣张，装备都不出。骗了我一个 Q。骗了我一个亿，那么我们回家。可血战斧吧，我觉得晚豪比较适合这个可血战斧。他出这个挺进破坏者，哎呀，挺进破坏者加速度啊。不行，咱们得出挺进破坏者。和血战斧是那种就是中单晚豪出的，俺们得出挺进破坏者。我来了！哎呀，这也能！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，别追了！那谁来了？山羊来了。暗行之爪厉害，暗行之爪太脆了，暗行之爪，而且加穿甲有个屁用啊！阿杜根。你害上啊，我都没有血了，兄弟。你先等我把这波兵吃完。我的天哪，我大意了。哎，我大意了，我大意了。我都没把这奥恩当回事儿，说实话。这蓝枪把我兵都给我吃了，也不帮我卡一手，你看，人家四五级，我三级，你看，哎呀。我不是混血，是终极的。空放 W 什么意思？空放 W 挡小兵啊，刚才。让他发现了，想给大哥来一拳，那你
本来我都没想上，我寻思我们赶紧收点兵。哎呦，好躲！哎，这怎么打着我的呀？好顶，吃我一个点烟呀！这为啥呀？两滴血。怎么生了呢？哎呀我天，生的可挺是时候啊，我这一看呢。所以这就是输掉的感觉，我真的不太喜欢。上波有点亏了，这波其实还好，上波亏的经验比较多，慢慢来吧。还挺能走位小伙子。等一套技能啊，先吃点血。不好杀呀，这玩意儿挺肉啊。我要闪现 E 了啊！挺脏啊，小伙子，插个眼儿。这波杀完，我们无敌了。本来没无敌，这波塔下兵无敌了。螳螂来了，快跑！哎，你不会要追我吧？你能追死我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佛了，我佛了！这顿追呀，我操了，这也能追？哎呀，行吧。为何不躲？你让我躲奥恩大招啊？这玩意儿呢哪好躲？他给我减速了都。减速了，躲不掉。
这堂堂也没搁旁边啊，干呐、啊，兄弟呀、啊，咱俩部队都一直干的嘛，这得干呐、啊，这。这能不干吗？这得干，这咱俩这必须得干啊、哦！这波换的血钻，这老大一波兵可以。主 W 你是没想到的，那婉豪主啥呀？这婉豪打奥恩主 W 有问题吗？我觉得没问题。你主 Q， 我就主 W 没问题，我真实伤害呀。这得干你一下子了，小伙子，这波不好上啊！他有闪吧？这可杀不了！这蓝枪净给我他妈帮倒忙，来一回吃我一波兵，来一回吃我一波兵。啥帮不帮，净帮倒忙。挺好，吃个打皮不错。哎，我是没想到的啊！这我是没想到的啊！哎，这玩意儿也能躲呀？阿杜跟挺进破坏者走位死了，人有点多。再来件什么呢？这婉豪，婉豪破败好像也能用这婉豪。水银鞋吧。羊刀婉豪啊。黑切不好用。决定了，就出破败了。我们这把打单带，不跟他们家打团战。出单挑的装备，来个破败血手板甲，破败血手板甲水银鞋加个魔抗。这邪恶小法师好像不好杀呀。怎么的？你要追死我呀？纯属是有病。这咋的呀？这三焰之隐呢？
槽点。挺进破坏者起，哎呀，孤立无援了，给我掏死了。快点给大呀，早点给呀。这挺进破坏者多少秒吸地？20秒。哎，还可以啊，还可以减速，厉害呀这装备呀。打个红去，我操，这攻速也太快了，我这不见谁干谁吗？现在无敌了兄弟们，就这奥恩啊，马上就会变成一只烤羊，烤羊腿。没想到吧，我又来了。这攻速，哎呦，攻速有点快。嗯，怎么回事？我感觉这火蓝肯定得过来。哎，不过来了。1200算了吧，我把这小法师给你爆出来。挺进破坏者 How you gun?救一下！完了，你还往我们这边弹，救不了！哎，锤点烟，锤，跑，老螳螂，跑的是真快呀！下路担待，攻速真的好快啊！我发现1.09就能这么快，晚豪的攻速确实是行。这晚豪，火蓝呢？等一会儿他啊。走，回家了，把破败除了，我们就无敌了。然后咱们再来一个白甲，哎，我发现这卡莎好像有点狂妄啊，狂妄。等我们一个挺进破坏者，好，死了，挺进破坏者掏回来，锤锤，哎，叹为观止。这可恶，跑得快。把这药瓶卖了，买个红宝石。
W 有个屁用，还 W 死了得了吧 ？W 也死了，就那点血。永光，这得找他去。拆我的塔肯定是不行，队友就自己打去吧。哎，我估计这个奥恩可能是在这里回城呢。那指定是走不了了，小伙子，靠！这靠你们了，我不行了。这小子他妈传这儿来了。哎，羊呢？啊，羊被萨米拉挡没了。按摩师，我都快把他给按死了，还按摩师呢？那他出这老些肉装，我们再打他，还夸夸掉血，那我们也太狠了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这跑的！打的还是很痛的呀。拜拜，我走了，溜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停停停停停停，我这停停，不打了。起飞，人呢？这能让你跑了？大龙，两分钟以后就好了。嗯，流眼泪了，他们。我想打蓝，这个举动被你看出来了。你说这蓝枪上路吃我多少波兵，我不得报复报复他？这小子，我能让他玩的那么好吗？看看他这红给不给我，我跟你们说，他这红要是不敢不给我，我跟你们说，他啥野怪他也别想吃，还算他，有点眼力劲儿。那行了，俺俩一笔勾销，好吧，我们俩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。回家了，玩假了。这回我看谁能跑得过我。这晚豪这英雄就得带线儿，就得一直推，一直推，一直推。来人，你先跑，不跑也行，不跑可以干。那星矢晚豪都碰不着人，咋星矢啊？这死光了，这就不管了。队友可拆下了啊！想好了。你们想好了？
哎，我还猜你的眼儿。几个人？起飞！快跑！这人这个多呀！我天哪！我们抱一个就好。拜拜，溜了溜了。慢慢带，没事儿。一会儿等大龙刷了，让队友去大龙去，我们就在下路恶心他们。来人，我们就跑。中路是不是快没了？这咋这么多眼儿呢？兄弟啊，你是个辅助吧？我这一看呢，你这一个人去也太秀了。来，我保你一手，俺俩快跑。我先把这螳螂给他杀了，不行了，这女人我打不死啊！先把这火蓝给他锤了。阿杜跟挺进破坏者走位，我家这小法师没啥虚区，我这一看，给我回来呀！哎，这个意没意到，他怎么跑这么快啊？他跑得比我还快。哦，美甲的窃魂卷24层了，没有人跟我说过呀。这怎么能知道呢？这好肥呀、啊！他美甲的窃魂卷已经24了，这我没看见啊。不过他们家两路已经破了啊，下回我们瞅着这小法师过去杀小法师，先把这小法给他杀了，差100块钱。做一个自然之力，跑得快点，多点魔抗，下件装备黑切巨酒都可以，巨酒好一点的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呦都妈的，我马上自然之力出来了。他们兵线不行，我们可以小拖一手，拖一下兄弟们，我得打个红，我还有点事儿啊。对面好像不要了，队友肯定是要打这个，要打大龙的。我们不打大龙啊，我们呢去下路带线。我们去中下带线，反正现在也没人能带得过我们。两个人呢，他们好像也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十几个来着？这波好像可以打啊。好，跑跑，你跑你跑，还行啊。小法师没啥了，杀了个火蓝也不错。你们大龙啊，打大龙多好啊，
我把他们家基地给他拆了。蟹手也可以，出个蟹手其实也行。这个可以给护盾。嗯，回复能力我们肯定是不缺了，魔抗也有了，护甲也有了，吸血也有了，血量也够了，差点破甲。黑切吧，差点破甲。把上路推了，我们把下路推了，哎，就可以了。哎呦，我这跑的也太快了，我这一看。不知道对面会不会过来抓我呀？好像有点感觉啊，有点感觉可能。卡特不死了吗？这团战也不好打呀，这那泰坦怎么跑那边去了呢？这不上啊，这不上，这不上，这不上，这跑。别别别别别！哎，就我一个人了啊！对面五个人呢，小心点，拖一下啊！他们兵线不行，你们上推吧。走，我们直接推中。起飞喽！人有点多，哎呀！也有点多，感觉需要一个能直接吸人的一个装备。其实以前的破败还是挺好的，现在这破败感觉不太厉害，没有以前的厉害。你别往里进，你就在外面就可以。其实感觉应该打不过他们家这小法师啊，有点狠。我们家这战术制定的不行，你知道吧？你给我一个人去偷去，他们四个人四打四去拖一手，战术制定的不行。你这得用战术来给对面打赢。哎，这波小法师可以杀啊，兄弟，给他换了来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，这还有闪现。闪现确实有点烦呢。
上路带一波。哎，三阳能杀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怎么每个人跑的都那么快呀、啊？匹配，我偷。兄弟，这人有点多呀，这。怎么回事啊？就死一个呀，这啊？仅仅只死了一个人吗？这团战打的不太对劲呐。人家好肉啊！你给我起来吧，三阳！哎呦，我操，这个痛啊，这好痛啊！1112，他们不等我带，你说他也不等我带线儿，人家一来他们就打，肯定是不行，你知道吧？别打龙了，这别打龙了，先打人呢这。还行，他没有法穿，他也就是法强高一点，稍微魔抗出点就可以了。走了，20秒，队友复活，可能基地要爆炸了。行了，打不过，我的战术不行，跟着开团才对的。行，我的战术不行，还不行吗？行。